今天的重点一上线就看到火轮延寿，哇塞！那今天重点这集的重点就给他呀，所以今天这集的标题我们就直接讲火轮延寿啦。我们今天晚是明星下一缺一，你们看到了吗？火轮延寿的部分，火轮延寿的部分，可以接受吗？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星际转盘好了。这什么？等这周礼包，是星际夺宝还是星际转盘啊？应该是那个星币夺宝吧？我等下进去看一下。对，我看到了。应该就是这个，我真的要尖叫了！这个我们可以玩欸，自动射击帮我打开一下。而且它还可以开智慧射击啊！我天哪，这就不会太扯啊？我一直以为这个我们不能玩欸，然后结果还可以。这一点像是不是捕鱼大亨，只是它都。它的不同而已，然后，我看那边就是说，它可能有新增的一个那个新的怪兽吧。我等下去该后送个游戏，要加一个后送个游戏。不是系统之前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？好，我们这边遇到练习生风原，您好。而且它这个是有 level 的哦，你下去就后送这些都是捕鱼大分玩法衍生而来的哦。捕鱼手游啊，以前不是有很多那种捕鱼手游吗？我干嘛用道具啊？你是咧哦？暴喜啊，暴喜啊！等一下，那个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也要用道具，你不要一直帮我用好不好啦？是，我跟你们讲啊，其实我没有我其实从昨天的教训来说，我觉得大师的不一定有那个。我去挖掘去。继续走线下去。